我想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坚持下去，等待我们重聚的那一天。各位也请放心，只要我们静观其变，小薇他们就必死无疑。我知道太子情深义重，但十三的这份嘱托，太子若是答应，父子之情、兄弟之谊，都要抛之脑后，甚至有可能会失去现在已有的一切。你是要对八哥出手吗？ 我本无意卷入你们的纷争，但是小薇现在身陷囹圄，我只能拼死一搏。这招至于死地而后生，玩的还不错。看来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一直在暗中发力，以退为进。皇阿玛，儿臣早已成为众矢之的，虽入主东宫，却毫无威信可言。您废了我，反而是给了我一条生路。朝中对你奉阳之声过盛，在皇阿玛眼中。 怕是会变了味道。你别忘了，指母心法，干净陷阱，专擅威权结党，营私兴风作浪，自行乖戾，无所不至。朕才废了个太子，不怕再废个阿哥。